刷实一点。这个很多以前它比较腻，它比较爽。洗米之前，这些我全部都要用自己放的。那边这些。要用这两个板子把它夹起来了。刚才是在外面。这是上到这边，这边的话就是这样。这个下到费力钱。全部都要用那个质量比较毛质比较好的那种。